哦，撞到人啊！撞到人啊！塞车，塞车！你要塞车无啊？啊，把你撞到！啊，我骑车咩？你倒车敢弄？啊，弄到变来咧？你要赔我？是你要赔我嘛？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誠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欸、大家好，我是科比神教室耶、yeah。 今天比较简单，案例分享而已。昨天前天发生了车祸，第一个会想到我做的人算成功的啦，打给我啊，我就问他说这个步骤要怎么做，我再顺便分享一下。第一，看你人有没有受伤，如果人有受伤，第一个当然叫救护车嘛，第二就是要报警嘛，因为车祸要处理嘛，警察来做笔录，看你是自撞撞人被撞，笔录就做完就要三年单，之后看保险怎么理赔，就这么简单。对啊，哎、欸，你看，刚刚崩掉，他是怎样啊？他看起来没怎样啊，还好吧？被夹心饼干，你知道吗？啊，是啊、哦，那前面看起来还好、哦，这一边撞到，这边都没有怎样，主要是后面呐、啊，这块的话，哎呦，差一点就是变成变形金刚了。你看着，你看着，有没有？哇，总共有几台？一台、两台、三台、四台。他是第几台？假设我撞到泰山，泰山再撞到阿呆，他就是阿呆那一台。啊，前面还有两台。再来做笔录也很重要，就是说他会写你的速度。好，速度又分两种哦。假设你今天在行驶当中，我撞到这一台，这一台又撞到前面那一台，叫做我赔你，你要赔另外一台，一台赔一台，因为你在行驶。如果你速度是零，你停下来了，泰山开很快嘛，撞到我的车，哇，一台追一台，就是最后那一台买单。你的保险就是你要赔上面的一二三四四台都要全赔。像这种如果假设有保险，保险就会很简单。报完警三联单开完之后，跟保险公司确认之后，他就会成立一个专案，就有个案号，这个专案就几月几号有个服务专员，然后假设是科比跟他联系，他就会来理赔。像这台车因为是我们卖出去的车嘛，我们就会把它送去保养厂，保养厂就会去开一些估价单，写完之后保险公司会来看。啊，理赔又有两种，一种就是自己带料，假设你今天写的保险杆什么东西扣扣有没有，他买完拿来给你帮你安装，可是时间上会有比较久。如果是看完假设金额10万块，那批准了好9万块给你用修到好，时间会比较快。那他这个是在哪里撞？国道3号，将近快到宜兰的匝道那边撞到的。所以他是在行驶中、啊，没有，他停下来被撞到，所以他其实是没有肇责。他是零肇责的，因为他速度是零。其实我觉得还算蛮严重的。你大概估一下他要修什么？哎、欸，像这个打开要小心哦、喔，因为你打开太大太快，压下去有可能玻璃会破，所以打开要注意、嗯。目前看起来一定是后车厢、好保险杆嘛、内铁、内铁的保利龙嘛，那个也要换掉。套装啊，内铁就整个都 QG 啊，啊雷达嘛、反光片嘛、灯都破了。它后叶子板这边车蛮严重的，你看会缩嘛，那丢嘛，看这里折了一点，其实这边也有折到。那这个门有没有被挤到？挤到倒是没有了，只是说你看哦、喔，这个门已经缝隙已经不见了，哇，这修崩掉啊。哦，所以他这边掉漆。对，后面是什么车你都不知道。后面是什么车？小老弟啊，亚瑞斯。正常要打开看呢、啊，可是现在打不开。他从下面看得到吗？问得好哎、欸。哎、欸，你看起来又还好哎、欸，你注意看，这你当不那么凶你，看起来还好。你看这螺丝都嵌出来了吗？这是都保险杆的螺丝。保险杆。对啊。哦。啊，整个都跑出来了、啊。到时候就很简单，估价单一来，我们去送去后面修，我们就可以拍到了。到时候就看一下。有些人说撞到稍微轻微啊，没事，那就啊没关系，那啊就放人家走了嘛。其实都有内伤。什么叫内伤？你看起来大灯没怎样，有没有？其实你看脚断了，有没有？脚断了，对。这里也断了。对啊，撞了脚都会断啊。对啊，其实如果认真算起来，应该这个应该有往内揪一点点。它这样是看起来是正常的，可是它已经差输啊点。那这样子，这样用拉的还是用这样啊？呼，差一点点，等下这个板底板就好了啦，就不要换掉了啦。其实我们的客人也算不错，来找我们维修，不管怎样还是比原厂便宜。假设我今天撞到你的车，你要回原厂，我会尽量说不要，因为原厂太贵。保险当然是没差的啦。啊，因为原厂再怎么修，这样随便后面我觉得应该一二十万应该要换的东西，可能就是大灯，有可能整箱架、保险杆和内铁。好，顺便强一下，高速公路最少要离100公尺以上。大家你看一下，电线杆最少要2根以上，一根大概50，要2根以上。哦，所以如果在那边撞，往前推2根到那边再
放在那边。对啊，如果一般道路就是要最少60，可是一般来讲是白圆一点，反光大家提醒啊。如果追撞的过程中啊，站在前面啊，俗称就断腿区，对，又再撞你就腿都断了。所以千万不能撞在车的前后。你今天假设万一在内侧安全岛跑到里面去，打电话打电话啊，外侧一定靠到纽泽西护栏外面嘛，这个很重要，车子坏了修理就好了啊。如果当下不能开，当然请拖车嘛。拖车一定会说哦，我跟你讲，我有认识的拖过去可以吗？也是可以，可是一般来讲维修会比较贵一点。介绍最后打空明秀嘛，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了。那有的人呢、啊，就是想说我的保杆什么有的没有的要换，啊，那要出保，那个是你要看怎么保险的、啊。假设你保假式的，你就是无敌嘛。假式是这样哈、啊，你撞到电线杆都可以出保，乙式也有分的，你要有车号的，你脚踏车撞到又没有，有机车、汽车、或甚至人都有赔。假设你今天有保险好了，对方有没有保险我们先不管，你可以用自己保险先去自己理赔啊，他就会代位求偿。后来他说你这个车是被泰山撞到了，保险公司就会找泰山这个人去索赔这个的金额。有些是这样，保险公司要等很慢，我先出，我先拿走可以吗？可以，到时候下来我再钱再退给你。有几种方式都这样啊，我不是很专业的专业了，对啊，如果说错了不要更拐哈，讲了一堆结果都错了，哈哈哈。那我们就是很简单，我们到时候我们送去房产啊出价单的时候，我们再稍微拍一下，对啊。碰到人啊！碰到人啊！塞车塞车！你要塞车无啊？啊，跟你弄到啊！我骑车咧，你倒车难弄，啊弄到变来，你还赔我？是你还赔我嘛？这哪怕牌都好啊！你看我真的天啊，毛拢烂死去！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要怎么办？第一步，先判断对方的攻击力跟地形，再决定说要用什么态度，然后再来就报警了。报警了！没打击，没打击了！不要瞎掰好吗？我遇过很多哈、哦，后面的说啊，拍谁？我的错，我的错，啊，我给你赔，啊，等你高换我这，拿去啊，拍谁？去去，然后可能爱等慢啦。啊，这贵哦！啊，拍谁？我无钱啦。也有这样子说的啊，哦，我们都遇过，太多客人都这样，最近也才有而已。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常发生啊。另外这种变脸，车底搞不好有点溃缩了。哦，你看，这丢啊，也有啊，这丢啊，嗯。这就算修好，我跟你讲，这台车以后要哭的时候，价钱也会翻。你要去各大汽车工会申请开那个折损的单子，一并求偿。我跟你讲，这都这样嘛，这个修狗一点血，先把那个标准拉高嘛。甚至你从现在被撞到开始看心理医生，反正这个旷日费时嘛，弄官司至少三个月至半年，对不对？对。到时候出来说啊，我从撞到以后我没睡着，每天都觉得我好像要死了。我只要一坐上车，我就恐惧，甚至有时候会尿失禁。晚上我老婆找我恩爱的时候，我都一蹶不振。我以前是一个晚上五次尿尿，有人真的撞过一次不敢开车了。那一刻，人生跑马灯都跑过去了。有人因为撞过车就出家了，也有。我乱讲，出家是要好。那我先走了，我再开出戏而已啊。台长，你要不要差着嘞？这一次要估多少？估差不能超过30,000，国产应该比较便宜了。烤漆也要嘛，对不对？对啊，折损不算，就是这次弄到好像大概金了50,000。50,000，你是要修个鬼哎、欸！50,000，我跟你讲，这最少280,000，没有18也要15。25啊！灌个贼了对吧？你会不会偷偷去晚上偷敲两下，让它估多一点？不会不会不会。哎呀、欸啊，他这边也有嘞，刚我在开车，你要看一下哪里？你看。把音响都下都开了，你看我手背真的是啊，对啊，这开掉了，对，开掉了、啊，它气囊有爆吗？没有啊，前面跟后面一样，这样就爆了。好，要开过去吗？走啊。Veloga 百年欧系踏车品牌，得您信赖。好啊，那我们今天进来修理厂，修理厂就会开这个单，好，就是总共要维修的项目，一些明细会写完，保险公司会来看完，看完之后，像我们这间保险公司，它就是会备料，就是后面会批价，这是我们写的价格，对，它一定会杀价，后面这个是材料，哦。今天我们要来钣金的、啊，还是把它拉出来啊？啊，不管今天你要切，或者是要更换，要先把它拉出来，没有问题的时候才可以把它切掉换金的。其实蛮大力，整个都是凹进去的、啊。看，拉的是破，缝已经出来了，有没有？嗯。对啊，铁会有生长性嘛，像口香糖一样嘛，拉它会弹回去，
所以一般来讲，它的缝是，比如说是好一公分啊，一般会拉它，比如说多拉0.5好了，让它敲一敲，那放掉它，又回去了。嗯，像这个就是接掉嘛，就是它拉出来嘛，它把它敲平，它平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平的，啊，这样就接就扩啊，就把接落去，对啊。然后顶在那个。没有啦，这不是啦，顶的是那一只，这一只是油压而已，稍微顶住啊，哇！这个都是要慢慢的了，靠经验的。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誠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哎，回来了，好，一个多月终于把它修复完整了。材料我写了，你看两张肉肉等。啊，保险公司就这样，他会批改，批改原因就是说哦不能修复，好新的。大灯看起来没怎样，脚断掉用修的，所以他灯没有换，他用修的，看一下了。这里啊，你看，看我刚打开看，他妈吐血。这个。对啊，他用修的啊，修怎么不直接换掉？这一定是包就不给过，不给过。其实后面就换掉了啊，本来是他后尾板是要换掉，对不对？后来我们跟他协调一下，后来没换啦。哦，没有切。对，没有切换了。后面就是用板的嘛，对啊。这个是吧？嗯，还行啊。OK 的。
对啊，已经尽力了，切了就算重大事故了。这缝都跑出来了，不然就会重叠嘛。对，来，这边好像可能要停个机。这个估价单要请车主签名，和解书要签名两份，还有行驾照的影印本。再来就是车主一定要跟行照一样的，我买我老婆的，签我自己的名字是不行的，不行，就是老婆的名字要叫老婆签，好，跟行照同一个啦。好啦，今天就弄好了，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哦。好，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啊！记得归原厂有原厂的好处，可是原厂的一般来讲，这个换掉，这个换掉，搞不好连引擎盖或者是里面都会帮你换掉，那你变成前后都变大撞了。本来买40万哦，扣个3万5万的，如果变前后的，可能扣个10几万都有可能，因为你前后都撞了，人家不晓得是怎样。反正最好是不要遇到了啦。你看哦，人家会不会想说啊，你为什么不写高一点？每片都写个10000块，让他去杀嘛。比如说，你看校正1800，打勾过水4000，那是2500。对啊，啊你写再高没有用，他认为3500就3500。这个都自我意识太高了，心就甲狂了去，去啊我你甲吃甲狂，阿妈传你来去吹胖胖的，切出来香包一个。好了，OK， 拜拜。